新的一天我要转专业，新的一天我要白富美，新的一天我要前座友。哲学，哲学有什么用？转专业，转专业才能赚大钱，赚大钱才能买房。哦，这是必然的吗？那么多人转了专业，有人赚到了钱，有人却没有，你会是哪一种？没意思，我还是去和我的朋友们打花牌吧。需要搭把手吗？别在意，你不是第一个被休谟问懵的人。人和树一样，他越想升到高处，他的根越不想扎，只是扎得太深了。站到一边去，你挡住我的阳光了。你决心走一条忧伤的道路吗？你的良心会告诉你，这条路通往你自己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向我出示你的权力和力量吧。你需要知道，精神就是杀进自己生命中的真命。它很美，不是吗？嗯，这幸福的太阳，飘荡在天地之间，眼下正要为自己寻求一个光明的灵魂。现在我要求你离开我，去寻求你自己吧。等你不再认识我时，我将回到你身边来。凡是可说的都能说清楚，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。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，智者动，仁者静，智者乐，仁者寿。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，常使我感到惊奇与敬畏。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，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。Hay algo de lo divino que siempre se manifiesta en lo profano。你的想法不需要我来替你论证，去实践。思维的真理性只能靠自己实践出来。走吧，去润滑一下生锈的大脑。对因果性的信仰多么古老的迷信，他们只是相信我就是作用者。而一切理念和概念必然来自于印象，因果只是观念的模本。不，对象要符合于先天的认识形式、认识能力而定。人们应该自由，即使结婚，夫妻也该同为权。克己复礼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他们在乎的是带来影响，而我只是想去理解。听了大家的讨论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朋友们，这位年轻人有话要说。你对大家的讨论有什么想法吗？Thank you.
从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样一些直面问题与现实的人。人们如此渴望认识自己，认识世界，是我未曾构想过的，也是我反应过来思的价值，人们渴望着它，因为它或许是世界上最接近魔法的东西，是某种未来之光，而这束光终于也穿透了我，我得好好珍惜它。哲学有其现实意义和开阔性，守护思想，引领时代，不是苍白的口号。今天它成为了我钢铁丛林里最雪亮的眼睛，指引我的不变信条。From a tropic isle. Just remember, darling, all the while you belong to me.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lgiers.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. Just remember, when a dream appears, you belong to me. And I'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. Maybe you'll be lonesome too.In a silver plane, see the jungle when it's wet with rain. Just remember to your home again, you belong to me. I'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. Maybe